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双高放手，都不跳了，不跳了。我先不能抬他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跟你讲讲跳子，我不是说谎哈，不是故意想把你推下去哈。三二一，输到一的往下打，不要犹豫哈。你想说啥子不？你说了没得？你说的，我说一言啊，说一言啊。双手张开，再给你倒数一次哈，三。好，五十三二一，手心的蔷薇，这是离婚证吗？对，我看一下可以不，小姐姐。我跟同一个人离了两次婚，再也不会跟他复婚了。我感觉等一下你上去可能就这么就跳下去了。想离开，有话说不出来，还留根余香啊。你真的是最怂的，我信不信你这个身高你不跳？我不想当被别人私抢。你的颜值跟你的胆量有点差距哦。重庆奥陶纪300米悬崖原创项目，等你来挑战。